有人在看动漫。师傅，可以收回刚刚那句话。你在叫我吗？啊，悟空啊！炸弹大只哎！没错，大猩猩，我不准你误动漫。你抓的是大猩猩。师傅，对不起，他的动漫太入迷了。什么？你赶快道歉啊！在干嘛？那，呀，那性感。哇！那刀啊！阿里，我保护你的。哎，谁是阿里？呀，梦之森！妮子卡，等我砍完这只鬼，我就娶你回家。虽然你是我妹妹。拳击中，水之呼吸。啊！啊！不能输啊！这边是你啊，宝贝球。什么？竟然没有收服住？那发动魔法卡，旋风！啊！像那个吗？好像不对。白痴哦 ！Alan， 快醒醒啊！你不是说过要杀光全部的巨人吗？别忘记，你还没破五万订阅呢。哦，对啊，阿明，我要赶快振作起来，大家都在等我发片呢、啊。怎么办？真的打不赢啊！不行，我想想我还有什么好了。啊，对了，我还有伙伴呢。啊，那什么东西啊？连伙伴都不要我了啦，我只能靠自己了。这不是？该不会是？放走！我怎么能被你打？这火枪啊！鬼派气！哎，等一下，完了，讲完了。鬼派气功四个字啊！等一下。我是胡神，请你要的是金色头发的孙悟空，是蓝色头发的孙悟空呢？黑色头发的孙悟空。哇，你真诚实，我决定把两个都送给你。来吧，师傅，这次不会输的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胡神，记得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哦。